自潘粤明和董洁于去年被曝情变后，就接连上演了一出出的婚变的狗血戏码。4月18日下午，潘粤明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许巍的《难忘的一天》中的伤感歌词：阳光真温暖，一直照进我心里，往事已遥远，一年又一年，那是我难忘的一天，在隐忍和冲动之间，看着你渐渐的远去，消失人海中。此外还附上了一张蓄着潦草的胡须的照片。细心的网友发现，4月19日正是董洁的生日，由此纷纷猜测潘粤明是为今年不能再陪伴艺人过生日而怅然若失。另一方面说潘粤明有可能在去年的今天发现了妻子的出轨端倪，因此千头万绪涌上心头，生发了许多感触。不论当事人的想法为哪般，曾经那个阳光帅小伙如今变成了沧桑忧郁大叔，小编不禁感叹道：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啊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经典汇聚，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，《碎意英剧》尽在优酷。